农业农村部表示，八月份猪肉价格仍呈上涨态势，然而在部分地区供给不足的情况下，还有养猪户惜售囤货。对此，目前已有实地发布了相关政策，从发补助、增储备、扩生产、强对接等方面保障猪肉供应，稳定猪肉市场价格。